家人们都喜欢看长蹄的驴，不过现在确实长蹄的不太多了啊。但是今天他来了，让家人们过饱眼瘾啊！看这头长蹄的驴，师傅现在开始抓驴了，咱们进去。看这个驴蹄子啊，长一尺多。掉了，已经拧下来了。扎不住不粘，扎不住还是那个。先跑先拉呀，没，挡着了，越颤越多，多，儿子不打你。当破对对付的很啊，当这大哥的破对付的很，那会儿脑子不管你给了我那都胖了，胖了可是胖上了，弄了得有20斤，一个都不买。我20斤成了，我要了的，哪儿都愿意白要。你去给别给当护士的那个，或者不累的给他的呢？我泡了半个月，这都成了白了。都愿意，都愿意别用了。是。
好嘞。都没有交心是吧？都没有，有了交心得了。张顺老爷，这乖呀，他走不了，看来吧。哎呦，里边我的，这是我的，我的。不然不得不能喝，喝了就疼的嘛。大家好，我是中辉，欢迎大家观看这个视频啊。今天大体上结束了啊，咱们还得要到农户家里为种公驴修蹄子，这个是专门的养公驴的啊，公驴基地，咱们去看看。来，开始抓驴了啊！咱们了解一下，看看这个养殖场是不是全是公驴啊？不是公驴的，哎，都是公驴啊！一个公驴的没有，不大点，别找，别过来啊！你走出去也接些鸡。哟，耶！这一般人不丢蹄的，你看这个，我的胖了啊！把胖的卖了，要不吃的，反正我他小子是腿拐，赶紧被看了，要一起看电视机不听的帽子。等他就过来。啊，雕出二十斤好吃肉，多少？啊，不说现在是红的。哎呀，我都忘了。鱼。哟，哟，鱼啊，鱼！都裹住厉害是吧？可不，鱼鱼鱼鱼不要鱼鱼鱼鱼！对了，不吃了，吃了，不用吃了。同志，同志，咋的？这是不会的。这个偏远的驴，驴，没走。鱼不能，鱼。鱼，大家都好，鱼。
晕。